我不再是你印象中的小孩，不能独当一面，也没有现在。我生于穿山蜀地江海，身体流着滚烫血脉，走着我的路，冷眼看你不必理睬。然后昨天走回家的时候有一个迎风口，然后我也是下意识摸了一下我头发，然后发现它毫无波澜，就没有动。上午就是那个就是乐理，下午就是考的 vocal 嘛，就是声乐。我其实自己能感觉到，就是说不会垫底儿，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好。但你肯定来这儿，你是来学校，你要是特别特别好了，你也不用来学校了，就是还有很多很多进步空间，所以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学，然后很多地方要进步。Boss 的音乐氛围还挺好的。